啊？为什么？发电机啊，有一个煤炭煤炭发电机啊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个东西叫漏斗花、啊？好可爱啊！漏斗花，你要做很高级的吗？忘记，我找不到木质漏斗会流出来吗？那个，我靠，我看到的煤炭发电机还蛮简单的、啊。它就鹅卵石，然后中间一个铁砖，上下两个煤炭。这个抽屉可以用，可是我不会用哎、欸，怎么用？你是说哪一个、啊？我帮你做一个好了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等一下，紫色是什么？手加什么？不是干嘛？你要做吗？还是我做？我做好了。好。请问紫色是手加什么？紫色、蓝色、红蓝、青金石加红色燃料。等一下，不是红石，要红色燃料，就是罂粟花。哦，没关系，加黄色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煤炭发电机，两个煤炭，一个是外红色燃料，红外框，不要做外框那个了。那你去定表上才一样。我可以就捡到的。啊，好好好，两个煤炭，六个。嗯。啊，原石，就是鹅卵石啦。就鹅卵石。嗯。哦。拿着要放的物品，点右键哦。哦，好啊，感谢感谢。哦。哎呦呀！哎呦呀！你们是哦。好了，侦测器，塞煤炭啊，三个，哇，这东西太多了吧？好了，看什么了？有哎、欸，有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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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没吸过去啊，少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图纸，传输节点。然后侦测器，嗯，两个石卵石，两个红石，侦测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宝宝，活塞，刚那个爆音，你刚刚电子、电子喷嚏耶，真的电子喷嚏，超帅的，我吗？还是你呀、啊？哦，居然，经过好快，快！玩模组时间都过得特别快。像吗？上厕所。哇，好猛、哦！发电机。靠，没有铜锭跟铜。哪一个？煤炭发电机吗？对啊。银质外壳。焦黑石英。哦，我刚好捡到银子外壳了，这样用哦，不是这个比较快。嗯。图米，哎呦，我怎么把碗丢进去？想跟哈基他们说一个东西叫做压缩抽屉，但被无视了，不是被无视，是玩得太起劲。嗯，压缩抽屉哦。嗯。可是我们都做压缩的生态了。没关系啦。没关系啦。真的没关系。啊、每个抽屉格可以储存16组同类物品。好，我数数看。数数看。哇，气泡哎。嗯。哇。原来抽屉不能这样玩哦。怎么玩？就敲掉啊。敲掉要全部爆出来啊。对。嗯，U T I L I T I E 不够，哦够，吓死我！够还是不够？不够，够，好嘞，要蹲下拿一次吗？哦，还是木材哦，还要升级组件哦。然后嘞，
我真下怎么拿？空手。西嘞。哦，加左键。好，行。左键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就一组一组拿出来。好。听起来好无助哦，乖乖。拍拍。拍拍。不要难过。想开台都不能开啊。想开不能开的冲动。有一种想开不能开的伤痛。哦，不能开，我只好把哈基这个挖的一坑一坑的。挖的挖的，别别别别。不能用啊，就是报复哈基。报复。没事干，只好来毁坏一下队友的家了。别别别别别。因为哈基能开，我不能开，所以我不开心。别别别别别。啊，不是我挑的好。怎样，东西喷出来了。哎呀，所以是哪个啊，他把自己的自动合成做敲掉。他不是项目吗？超九格啊。你们有项目吗？项目怎么了？我那边有啊。我没照。我要做一个基础的项目抽屉。他其他材料不给。那、你去我家、好、你家怎么去？我家有传送石，你自己去采传送石。啊，我看到哪个漏斗吗？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是哪个、欸。我没有叫音乐家哎、欸。哇，没有，我还在想我要用什么。请问谁有音乐家的地址？没有，我谁家的地址都没有。我只有团团的。好，你传我吧。应该没有吧？没有你们说的什么塑胶漏斗了。我寄到地址了。你自己翻一下，找一下箱子吧。好，哦有，我需要个项目素描，一二三四五，我拿个五，十个，多少？这以后就方便多了。有，明天还要早班，再来做、我知道它会变成砖啊，可是我没有要下把它流出来啊。啊，这个真的会爆！什么会爆、怎么会跑？爆了，没事，我把箱子挖爆，然后对，现在东西全部喷出来了，对，我把它当成戒符盒了。好，我刚也是啊。哦、好，要更过分。好，不是啊，不然呢？也只能跟他说好啊。请问压缩抽屉怎么使用？啊？好，我懂了。你懂？我知道，可是我不想做连三。因为这次伺服器我。不想伤害到其他人，你可以做，我不要，他不要，我不要、不是你可以做，就不要，你可以做计时器，有模组直接做计时器出来的，他说我不要、他就说不要啊，好，不要，我现在找不到漏斗，我很痛苦，找不到模组的漏斗，我想玩的是模组。你能解决吗？你可以用木质漏斗。我找不到木质漏斗啊，刚刚就在问这个啊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我没有。我没有在听你的队友讲话。你是不是只关心点闪计时器？是。是。太悲伤了。真的。好满啊，真的好满啊。导管也行。没关系啊，导管那个东西。好复杂。哦，过滤器。
可以只过滤石头的意思吗？哦，嗯，可以只过滤特定的东西。它的缸要怎么弄啊？没办法直接拿去烧，要用那个吧，另外一种炉子。哦，要用另外的是不是？那就算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真的要算了。不是啊，没有真的啊，我现在也不能怎么办啊。那就先做别的啊，有没有关系？怎么用啊？传输节点，这样就好了，简易一点。啊、我来玩。想要做什么？这倒是真的，看一下。那就很乱的，在听课里面玩模组，不对，在公仔里面，在模组里面玩生存。这样子，然后，那先做个题，那就有了吗？哎、欸，这种模板块还可以用那种吗？这个板块有吗？板块，对吧、啊？模具箱呐、啊，板块可以放模具箱里面吗？是不行，板块可以放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个，就是一般的板模具，就是木头做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同样的木头做整跟木头做放，金属做整跟金属做放。哦，我要做两个箱箱才能放它们。所以我要再做一个板块模具箱吗？嗯，模具箱同样的只能放。同样的类型，好哦。干嘛啦？放错东西了。我要打苦工啊！可是天亮了。我要打苦工。我要打苦工。打苦工。苦工。啊？你想打什么？我说不清楚你是想打什么啦。我怎么听到是？嗯为什么要打那个位置啊？还是我去做纸呢？过滤器，它可以这样子吗？这样用吗？对，我可以真的这样子玩吗？这样有吗？不是这样做。真的可以，好哦。好了，我只要顾在这边就好了。没有，叫 ERTP 我来看嘛。等一下哦，我先种个甘蔗再过去哦。你要甘蔗吗？我这里也蛮多的哦。哦，我要收个甘蔗咯。嗯，没关系哦。反正我加减先在自己家旁边先种哦。他的过滤器点右键。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，但是让我过去耶！你说是要来看我在干嘛吗？对啊，来来来来，我只要站在这边就好了。虽然这不是全自动的，不过，啊，在这边按着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DP 我了吗？哦，过滤器漏斗？什么天哪、啊？就我正在用，是放石，正放鹅卵石啊。哦。你把它烧成焦黑砖了，因为一直叫我烧鹅卵石啊，我就在这边按啊。不是啊，你烧这么多焦黑砖要干嘛？你要盖大烟囱吗？对啊。好好好、哦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其实啊，哎、欸、是你说，你应该是可以直接放砖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有钱，那我忘掉了。中介珍珠，那我试试看喽。应该是可以吧，试试看。好啊。他自己利用出来吗？我是不知道他砖是变什么。我先试试看就可以。这就是砖啊！我居然还在加班。就直接是砖了吧？我记得。是吗？对啊。十哎、欸。嗯。成功了！哈哈。怎么过滤？嘿嘿，哈哈哈。他是十哎、欸。可以啊，你只要合成两次，它就变这个东西啦。合成两次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放在你的合成栏上面，嗯，你直接把它放合成栏，
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模样。没有啊，焦黑石砖放上去没有啊？叫焦黑石是不是？嗯。再一次。PP 有啊。好。那我还做模块。过滤器。你点在里面点开来。嘿，我看。嗯。你说按一次再按一次吗？哦。然后过滤器是哪一个？好特别哦。中间那个点开来，这个。教你按啊。这么好了。嘿，点开，然后。里面右下角、左下角是。那你等下拿到。自己留下来。那你等下拿那个石头。那是要制作的吗？对。那个石砖。制作。嘿，你放在包包里面合两次。还打过滤器就有了。在包包里面合两次，嗯欸，它变成光滑的东西，再合一次。哦，它变那个石砖，欸，就变弯